为人可以说是特别的有水准，还有就是一看很正派的节奏。继续说上一说，都有哪些星座是如此的吧。生活上的小日子是超级的舒服，水准高就是水准高。跟着星座动君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星座吧。天蝎座，水准高就是水准高，一看天蝎座的人就是那种很有水准的人，正派那是必须的，为人呢公正正派，让人觉得小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，原因上也是颇有点简单的，嘻嘻，就是眼光好，处事而高，不阿谀奉承，又能干，除此之外还特别的踏实能干，水准高那是必须的哈。白羊座，一说起水准这回事，白羊座的人是让人有点钦佩的感觉，水准往往很高，一看就是正派人物，正是因为白羊座对自我的要求属于高的，所以从来都是很有水准的人。这一方面上确实是需要去说，做人其实很重要，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为人很正派的白羊座往往遇到的人会更加的正派。金牛座，得金个咱们说什么呀，金个咱们就说这顺准的事儿，一准的是好，一准的是高。金牛座平时比较踏实，为人是用心的，水准上会比较高，也是因为人家眼神会看，也懂得看好不好。金牛座的人为人为什么招人待见，也许是因为人家的水准很高，小日子当中是否舒服全凭自己去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